小时候看到一些不该是我那个年龄所看到的，但又不得不看到的东西。对我小时候来说，不是最深的伤害。为什么人要来到这个世上？まあこれから多分あと5年ぐらいの間に大体いなくなるわけです。体中にみんな入ってるだろう。Sama the Mari Samba friend family yes come by the cookie talk 私たちの計画は全部終わったら99,000で戻ってるのはこの辺ですね何件か何件か本节目由原装进口福特探险者冠名播出。嘉宾记者陈杰再次驱车深入日本福岛，他想继续探寻核辐射禁区内是否有人类生活。已经超过一了，报警了，现在是1.2，2.3，现在的指数是3.443。现在的这个辐射量是5.26，这非常严重。能够进入20公里内都是这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这个核电站这么近，12公里，这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福岛县双叶郡富冈町，近5年前的核泄漏事故之后，附近居民都被紧急疏散到了安全区域。距离核电站近12公里的富冈町被划为生存禁区，成为一座鬼城。我在你那个外面吃一下。然后看。嗯，我知道。一只小猫，一只小狗。猫，我下一下，好舒服啊！我看在屋檐底下，它门口吧，0.9了，它是本底值的92倍，就这个地方，它的辐射量就是非常厉害了。应该是东京的20倍。55岁的松村直登是这个小镇上唯一的居民。你好，哎，你好。别跪着呢。我能去您家坐坐吗？嗯，我去我家妈说来着。好，住这啊啊。我没有听说过长期在核辐射这么高的浓度下生活的人，这是我特别觉得意外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个地方的？3.11以后一直在这。一直在这啊。俺最初にここにも。地震の後ここで2日はこの中にいたんだから、家の中で外に出ないで。ああ、那您害怕吗？いや、最初の2、3日やっぱり不安だった。怖いっていうより不安だった。やっぱ放射能がどのぐらい出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が不安だったね。那后来为什么又好了呢？いや、落ち着いても何もちょっと今心配しながらもいた。嗯，そう、野菜ここら辺の畑から取って食って。就田里那些蔬菜，你担心过它辐射后还能吃吗？ものすごい被爆した。だいぶ被爆。那个污染严重，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不，你不害怕吗？なんで食べてるんですか？怖くないんです。食べるものねえだぞ。食べなかったら死ぬべ。这块这个村子住的就有几户人呢？16,000。当时有没有政府劝你们撤离？我
も沖縄したいからこの頃はもう高齢の犬猫をいっぱい面倒見てたから犬とか猫ペットもみんな置いてったからそれ全部餌やってたからそれちゃんとやってくれるんだったら俺は出てくるからそんなのできないって言うからじゃあ俺もできないって之後他就没劝就 没再劝了もう諦めるって言うんだったやれそういうに言わっちゃら大体ダメだってもういやじゃあしょうがねえなってなると思うんだおめえらがこの犬と猫みんな面倒見るんだって俺ってこれどうすんだこれこんなにいいんだと这四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松村先生把这些没有主人的宠物和牲口们圈养起来，照料了核辐射区里面四百多头牛、上百只猫狗、野猪、鸡，还有两只鸵鸟。这个有没有对你身体产生影响？这种研究有吗？いやもう内部皮膜をチェックした。内部皮膜。今も体中に入ってるから。全部筋肉とか。それ大変どうするんだ。だからもういろんなもの食ったから。体中にみんな入ってるだろう例えば栄養と一緒に体中に筋肉にみんな回ってるだろう那你现在感觉有没有身体不舒服なんか感じない感じないこのぐらいのレベルならもう、まあ、例えば体から何か影響出たって言ったら30年から40年かかるってあだからもうこれ30年過ぎたら多分死んでるからって他说30年後可能会现在五十岁，那就八九十岁了，八九十岁了啊。他其实他挺害怕的，但他生活在选择生活在这个地方，他是第一个是习惯，第二他这个地方他是有感情的，他每个动物他可以叫出他的名字，他每说一句话，这动物都能听他的。松村先生体内的辐射剂量已经远高于普通人，就连他家附近的树木辐射值也高出正常标准的40至70倍。根据日本环境省的标准，低于每小时0.23微西弗才是人类可以居住的标准，但松村房屋周边的数据基本在每小时1微西弗左右。距离一日働いて何本になるって言ったら最高80万だった。あそこに仕事に来る人は神様みたいな人だったから。半分はならもう仕事してるやつはマフィールド。山口族で。いやいや、もうすごいわんだって言っただけ出したって。だって誰も行かない弁だって原発爆発してるんだぞ。いや、今でもこの除染に入ってったよ、みんな。これは、この木は残しておいて。あ、そうなのか。あ。え、なんか、包括那一片树都不能挖是吧も誰も買ってくんねえから切んねえよみんな。いや木は全部入ってった放射能。だけど放射能入ってたら誰も買わねえべ別に。我已经闻了牛粪的味道。哞哞。松村带着陈杰前往离福岛第一核电站只有4公里的牧场，那里是重度污染区。他每天都要带着来自北海道的无污染牧草进牧场喂牲口。2.26。放射能很高的，这个微西弗就是正常苯底值的226倍。一匹新的，新的。これから多分あと5年ぐらいの間に大体いなくなるわけ。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这个牛养了什么时候？他说他死了，他自己死亡，不管怎么死法，只要不是被别人杀掉，他就让他这样的，一定要不要让他饿死。长期暴露在辐射环境中，不少动物会相继出现疾病死亡。为了不侵犯他人的私人领地。松村会把他们的尸体从重度污染区运出来，拉回到十几公里之外的自家树林进行深埋。最近町内での熊の目撃や熊と思われる爪痕があるという情報が寄せられております。ご自宅中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す。
心中他其实对他的每一个动物，哪怕死去的动物，都是非常非常的那种厚的情谊。他那个牧场是可以挖个坑直接埋的，还要花很长时间把这个牛拴起来，用一个人靠一个人的力量用吊车吊到车上，然后把车再拉十几公里拉到家里。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的，他非常执着地做这件事。默默，那么累。默默，他是什么病死了是吧？他们说的是这么说。我跟他说了，我，这是亚马逊河，木有呢。那别紧张，不对，用这个是姑娘。个子有，碰了过来，这么高，有快两米了啊。头俩个子高，大头了。这是他活着的时候喜欢吃的东西，而且埋的离他家很近，就是他去牧场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每一个细节对他讲是有生命的。看他那跟托莱在一起亲密的一个照片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是活在他心里。其实我今天选择留在这个地方一样，我觉得我特别想了解他的故事。我终于要出海了！哈！在女川，邓超和朋友带着花花一起出海。钓什么东西出来？那个东西比较搞怪。搞怪、啊！要是碰它的话，它会往外喷水。喷水啊！没关系，没关系。它要喷水，我就对它吐口水。哇哇！我也喷水。哦，起来了。哦，这个东西可以及时生吃。生吃啊！你来尝一个。哦，它真的喷水。哇塞！想尝试一下吗？哎，它为什么会有味道啊？它甜甜的又咸咸的。这个东西像人生一样，先苦后甜。对。Cool。嗨，哎，他走了，他在等你喂他那个。哦，他等我们喂他。花花，你可以喂他那个东西。好，往那海里一扔，他就过来。哦，这个太好玩了。嘿，嗨。哇塞，只有钓到鱼的。好，我们拿出了海上船来。哎，嘿，嘿，走。喂，放到这个位置就行了。好冷啊！我现在好冷啊。但是我今天。出海了，然后我现在我的手和我的脸都僵了，我讲话现在嘴巴闭不上啊。在邓超所在的海产品加工店，三人开始做起了今天出海捕捞出的战利品。哇，好鲜啊，すごい。整个都能吃，还是要把它壳给弄掉，是吗？好，都走，开动吧，那就开动。嗯，吕川是在宫城县嘛？嗯，宫城县离福岛挨着的，大家会觉得就以为这里辐射很强，会辐射很强啊。其实说这鱼市场这边的话，他们有专门的检测设备，证明说是低于日本的国家的规定的这个标准线。嗯，那你当时肯定是非常担心，所以说这个核电站的话，如果说是。像福岛这样的核电站的话，发生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后果不堪设想。对，我当时我家小孩的话是刚出生没多久，然后会担心，对，我刚刚回国，我刚因为工作了，我回国了，然后的话呢，妻子和这个女儿的话都在这边。海啸发生之前，半个小时我才跟她通过邮件，
到了半个小时之后的话，就是海啸发生了，后面就开始就失去联系。我不想说一定要在某个事业上面一定要发展得很好，怎么样？啊，但这样的话，如果说在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失去了父爱或者说母爱的话呢，那可能这个是以后的一个损失。对，对，联系不到他的妻子和孩子，我能想象到他当时得有多着急。就是在国内他是有很好收入的，结果后来发生事之后，他辞掉自己工作，然后在这里陪着他们。他的世界里面，他的家庭、他的家人、他最爱的人，比一切都重要，比所谓的任何的什么名利、事业、金钱这些东西都重要。其实我老爸给我的东西，对我小时候来说不是最深的伤害。我老爸是站在我这边的，保护我的人。对，小时候看到一些不该是我那个年龄所看到的，但又不得不看到的东西，我那个时候是觉得自己很压抑，哇，非常压抑。我甚至到后来会想，为什么人要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一个。看到。我就会想到我妹妹，反正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家庭，可能也是我小时候向往的，也是可能我未来想要去这样做的一个，做成像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感觉。有一个小宝宝，有一个很相爱的一个老婆，然后养一条狗，甚至想养很多很多的动物，前提是我会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在福岛富冈町，陈杰决定今晚在松村家里过夜。我测一下这个问题，看看，现在是0.28，28倍，就是写的注意。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控吧，因为我们还是有科学的一个评估嘛。我也不带这个防护服，你把自己防护的就是固若金汤一样。你去带这个东西，你跟别人是平等较量吗？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就是，你现在，你的夫人在什么地方？呀，これは企業秘密なんだ。孩子呢？企業秘密なんだな。なんでかっていうと、例えば、要はもう俺の子供だってなると、今度幼稚園さ行ってる、学校に行ってる人差別されちまうから。もう要はもうここで俺がここにいるだけで放射能だって言われたら。嗯，だから俺はもう全部それもう。嗯，这我明白了。他根本不愿意说他家庭任何成员，就是他说这是秘密。他非常懂得去保护别人，就是就像保护他的动物一样，他对家人也是同样的一个保护。傻逼，对，何にやってんの傻逼，傻逼，傻逼，来，傻逼。这个语言那个发音呢是个问题，它是 in mommy， 哈哈哈哈哈，no， 来 ，kiss， 干杯 ，family，friend，family，yes， next year Peking Tokyo， 哈我们到这个地方留宿。すごい多分め大きいだ多分これはもうというやつをこの年か。Hello baby。Hello baby。我一下子就看着这个人最柔软的地方，他在看着女儿，哎呀，特别兴奋。我们俩有很多共性的话语，在这里面一下子就敞开了。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山村里面，过去是10000多人，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住在这个地方。他母亲年迈，80岁高龄了，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地方，不愿意走。他留在他母亲身边，他后来不走是因为一开始可能是为他母亲，最后是动物了。自己扪心自问的话，可能做不到。我做选择做这个工作的话，在孩子身上
的时间太少太少了。我经常心里面在责备自己，这个责备在不断的在叠加。其实我害怕跟我孩子关系走得太近，每次出去采访的时候都遇到很多次危险，我从来不会跟他们讲。如果一旦有危险的时候，他们会很担心的。你选择这个职业就这样。我每个月期待的一件事情，周五去，中午12点去接他放学。我现在送到门口，他得三回头，走着走着回头看一眼，走着走在中间回头再看一眼，到消失的时候再看一眼，哎，老爸还在给我招招手。如果出差要跟他讲一下，孩子可能半个月吧。我们的话也不太多，也是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我经常说啊，我尽可能做得更好，让孩子能够看到他父亲的这种骄傲，但是我心里又是矛盾的。我在这骄傲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也不能跟他在一起。主播段文宁离开了女川，来到了福岛县磐城市，寻找传说中的樱花山。一枚，全部。福岛磐城在311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灾难中倒下的建筑可以重建，但是核辐射的阴霾还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震后数十万人被迫离开了家乡。志贺中重老人发起了万株樱花种植计划。私たちの計画は、半分は全部桜の山にするというのは、はい。ここまで、ずっと、見えるところ全部桜にするというのは、だから、全部終わったら99,000本。あ、本当ですか？そうですよ。一人5分の10分はここは上させないですから、一人1本だけ。一人1本だけですか？ね、99,000本というのは。99,000人ですよね。そう。世界の人口からしたら。そうですね。一人1本だけですか？私も5分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そんなには最低でも。多い人がこういうプロジェクトを参加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うですね。去之前，他肯定就觉得他那种觉得啊，刘叔妹生病也种满樱花树，结果发现就是普通的一片山嘛。所以他就哎，好重好重，根本就ちょっと説明しながらやってあげな。因为一人只能种一棵树，所以机会只有一次，所有的东西都得是自己在做，所以大家只能看着我在这挖坑。天上掉下来よかったっていうよりは大変だったというのが大事。我説明しました、大丈夫です。なんで？いいキャラクターだよね。我就说嘛，我给自己挖了个坑，挖着挖着自己掉进去了。嘟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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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真的，哎呦，帽子，我去，说了怎么办？
250天长吗？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在了，甚至我看不到结果，我依然会努力去做，会带动周围的人做，我让我的孩子，我的子子孙孙都去延续着这件事情。啊，豆豆豆豆，嗨嗨，いただきます。美味しいいただきました。美味しいです。寒いからこれが食べたらすごくいいんですよね。温めますよね。マキであれすっかり余計熱が飛んないね。はい。マキだから。ああ。はい。今の話は分かんなかったですよ。なんか言ってましたけど、顔見てると分かんない。大体あの相づちだけみたいな感じ。とりあえず頭だけ下げて、とりあえず笑っとくかみたいな。とりあえず相づちがあればいいんですねっていう。作ったやつだから美味しいんですよ。ガスとか。あ、こういう話？そう。あ、こういう話。わかりました。ごめんなさい。わからなかった。ありますけど、そこじゃ。美味しい。え、あの人わかんねえのにこれやってるぞみたいな。はい。いや、なんか。それ分かっちゃう。それ分かっちゃいますか。わかりますよね、はい。今の話もいつ言ってもらえますか？の方が絶対いいですよ。在这里。但他表现的是最朴实、最纯朴、最自然的那个状态，笑得特别灿烂，很真诚，没有一丝做作。这种感受其实是在我平时感受不到的。段文玲作为樱花山计划当中的一名志愿者，在这里，他遇到了前福岛第二核电站的总工程师安斋诚次先生。津波でやられちゃって、まだ、あの発電所の中はもう全部片付けようとなってきれいになってますけど、はい、まあ安全に止まったと。待ってるんでいうことは、でもまだ働いてるっていう。あの人もいるし、あの中にはまだその原子力の燃料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がありますね。そういう管理が必要。0.1 全然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元に比べたら3倍だから高いって言えば高いでしょうけども、まあ全然問題ない。全然問題ない。もう問題ない、大丈夫なレベルということです。どのくらいになったら、まあ理論的にどのくらいになったら問題あるんですか。を目標に除染をしますという。でも今全然大丈夫。まあ、あの避難の解除になって。ここに戻ってきてるのは40件ぐらい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で戻ってるのはこの辺のこの何件か。で今苗を育ててるんですよね。これはあのパンジーっていう。綺麗ですね。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からすると、その万本桜で、あそこで、その皆さん、あの人たちがやってる思い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もうちょっと欲張りで、じゃもっと地域のここも含めて全部自分の庭だと思うと綺麗にした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はい。これはあの自分の気持ちで、まあ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っていう。はい、これはあそこのあの公園に植えようと思ってます。であの欲張りマイガーデンです。マイガーデンですね。こうこりながら、こっちも全部自分の一人で、こうしてこれでやって、で、はい、でだんだんこう自分のイメージでこういう、はい、こういう作って、これ全部自分のイメージで作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で、色合いもちょっと色も、綺麗ですよね。統一色、ここは白、ここは白。そう、紫とかね。紫、はい。なんか私のイメージね、花は春と夏なんですか。今冬になったのに花まだ咲いてるってことすごくないですか。これずっと咲いてるんですよ。あ、そうですか。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まだこの町に戻る人が少ない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れ見たらなんか
ちょっとこれからみんな帰ると思いますよね。うん、あの喜んでくれる、来てみんな、わあこんなになってるって喜んでくれる。うん、まあ楽しんでやってます。はい。真的，你看这个马路上特别的萧条，根本就没有人，然后马路上也没有车。但是你看到这个花园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很温暖，觉得还是有人在守护着家园，有人在打理着这一切，然后等着大家回来，等着大家一起重建我们自己的家园。来年春になったら本当に綺麗になりますよね。この震災後は全然ここは雑草っていうかあれがね。あ、全部木ですか。ここは歩道の歩くとこじゃなくて、でここをやって、その後自分がでだんだんあって、今度こう景色を。看现在正好是夕阳，站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很棒的景色，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园，虽然大家都没回来，他一个人很努力，很努力在做这种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事情。当时因为避难来到这边，然后参与到金花树的计划，把这种精神家园重建的理念，带回到了自己居住的那一个街区，打扫成地震之前的样子，等着那些人一起回来，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家。你这种精神真的，你听得很感动。花花今天来到高桥先生的工厂，他想要体验流水线上工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哈哈，第一次穿这个，太好了。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在工厂里面，好神奇。这个是四个，五个，那也就是说这四个的可能好吃一些。哈哈哈。有点点，这个女生很多，她们做起来可能会比我更要累一些，因为我现在只工作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已经感觉全身都有点开始酸痛了。她们在这待一整天的，所以我觉得她们是应该是非常非常辛苦。特别有成就感，我比她们厉害一些，因为我会筋斗骨。午饭时间，高桥带着花花来到女工宿舍，这里住着20多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女工。哇，那这里都是中国人吗？住在这里，哇，太酷了！来这边请。哇 ！Surprise！ すごいね！哇，这个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太棒了，哇！那我们可以一起吃吗？哇，看起来好好吃啊！那我们随一点吧。我可以。就是这几个菜都是我们那个大姐给你。大姐给你。哪个大姐？这位大姐。啊，大姐你好。大姐手艺好吃。大姐你太厉害了。就是当年海啸的时候，因为有吃的嘛，我们家就把所有库里面的饼都拿出来给这些受灾的人吃，之后就特别有名。哦。因为就是救济了很多，救济了很多人。就是那一次海啸挺严重的，这个全都是吃的都没有了。交通。完，社长就把在库的所有的鱼饼全拿出来，给这就给这个日本那个民众拿出来吃。自从那次以后，惠社就是挺有名的。昨天听了那个高桥先生说的，当年那个海啸的时候有一个英雄叫佐藤，说救了很多很多的中国人，研究生。大家关于311地震海啸的回忆让花花回到了2天前，高桥先生跟他讲起的佐藤先生为了救厂里20多个中国女工而牺牲了自己的故事。光代さんが生きてる時に、女川のテーマソングを作ったんですよ。サンマでサンバ、さっき言ったその
で、それが震災後、特に僕たちのこの町のテーマソングになりました。サンマ、サンマでサンバ、サンマ、サンマでサンバ。他在生前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一个人，自己组一个乐队，他还自己写歌，是一首爱这个地方，也在让大家开心的一首歌，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好好学一下这首歌，纪念这个佐藤先生，也算是为女川的居民们加油打气吧。Lake Hu 就是湖，那就 HIU Hu O Naga Wa Sama 啊，这两句我就要写这么久。Me Gu Mi O O O Do O O Do 嘞。是跳舞，跳舞。嗯，马诺马兹尼。都不对，现在这么一看，啊、就歌词都没对着。啊，都不对啊。妈妈妈。舞台哦，哆来哟，哇萨妈妈那马诺马兹尼，马伊瓦哦诶，马奇哦阿基德米诺梅库米哦。舞台哦，哆来哟，哇萨妈诺马兹尼。Cool。嘿。三马托鲁希托卡乌维希托巴特雷鲁希希鲁希托啊，他这个心脏比较强，这个真的好疼。三马三马的三巴，三马三马的三巴，안녕하세요，아리가토，すいません。秋刀，秋刀鱼三八，我的娃，打来的，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的娃打来的，我是谁？打来的，我的娃，就是我是谁？嗯，我好困。我的娃三八修卡库塞，带脚步，看车呢。哈哈哈就是之前的一些事情你们也都知道，然后我想来看一看女川真正就是从遇到事情之后，然后现在重新建的一个样子，然后就是就很像在家一样的感觉，就像今天我在你们的宿舍一起吃饭，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就希望大家都能够相处得很融洽。然后不过这次我确实觉得就像刚刚高桥先生说的，就是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所以今天晚上大家都是好朋友。耶、yeah!舞台を踊れ今日はサンマの祭り岩を町をあげて海の恵みをサンマ取る人買う人食べる人働く人みんなの祭りSamba, Onaga wa Samba, Shukaku Sai. Woo! We're free. Takahashi San.ありがとう高橋さん Happy New Year
处的时间很短，但是其实我却融入他们，融入得很快。虽然遇到过不好的事情，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所有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我们会难过，但是我们会因为这个事情而能让我们更团结，让我们这个小镇能够更加的温暖。我就觉得这里非常充满人情味。自由天空中被击落，灵魂海水中被浸透。我们人所定义的一种距离界限，很多的界限是人为的。原来我幻想的就像二次元一样的一个画面能够出现在我现实生活中，原来真情它是一直都存在的，也是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里面，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当九万九千株樱花树漫天飞舞的时候，90%的人都能随风而去了。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该开始的时候要开始，该结束的时候要结束，随心随缘，随遇而安。三姐，太凶，快跑！七天下来，他让我经历几个极端震撼，极端恐惧和极端温暖，就这几个极端让我来讲它其实让我感知了很多东西，让我对这些东西的认识重新有所定义。没有信号，真在扎一样。以为自己快要失败了的时候，再多坚持一下，加油，坚持住，看谁赢。有比这个住宿环境还差的地方吗？不要对着你还发脾气。我是风一样的女子。有比这条路更难走的路吗？都已经冻成冰坨了。骑着马儿我翻山坡呀。真的有。在大城市里生活久了，会有一种东西把心灵包裹着。你叫一声妈妈，真的抱着。我开始经常在梦里梦见她。点击订阅，如期相约，第一时间找到我是谁。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洗手间吗？哇！哈哈哈哈哈哈！这应该是我人生当中见过的，我长那么大见过的最小的房间了。太可爱了！这是洗澡的地方，有点可爱，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避难场所，我们要从这里跳下去，先跳这个板子上，再跳到那个地底上，是吗？太可爱了，免费的菜啊，要花钱，我的，没有那么多钱，我没有钱，我是零钱。我是爱丽丝，没有头，我要我自己的头发，我会保护你。这个人是谁？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是精神分裂。那我们一起死吧。优酷，世界都在看。